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 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 0.1 点直播，一点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摸头杀暖爆了，小球迷获梅西签名激动痛哭 50%、 75%、 100% Vidic 0769 RSS224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 848x480 音量 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 69C75E37A S9097E C37E7B8RC12FV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吗？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日10点05分04秒播放流水 E47AB41AF557 4BA422937 24D49A70B27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摸头杀暖爆了，小球迷获梅西签名激动痛哭，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0WDATAVIDEOARRPUSHVDK0769RSS24IMG.HTTP.INUS.GTIMG.COM.NUSUP0505-0506-0118 视频摸头杀暖爆了，小球迷获梅西签名激动痛哭，时长约一分。腾讯体育8月30日讯，近日一段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走红，一位身穿罗萨里奥中央队球衣的阿根廷女球迷当面骂梅西冷酷无情，梅西对此没有任何回应。阿根廷球迷做的事让人想不通，事情发生在巴萨客场1-0战胜巴拉多利德的第二轮西甲联赛之后，巴萨宣队来到机场，乘坐飞机返回巴塞罗那。当梅西走进机场时，一群球迷围住梅西，求合影和签名。梅西亲切地与一位小男孩合影，对方激动得泪流满面。小男孩流泪的视频前天在网上热传。就在这一次场景中，一位身穿罗萨里奥中央队球衣的阿根廷女球迷拦在了梅西身前。他当面骂了梅西，这女人不停地喊了几遍 SFRO， 这句话是阿根廷人的一句俚语，意思是冷漠的人，特指在比赛中消极不投入的人。疯狂的女球迷一直在指责梅西，梅西没有理会这个女人，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梅西认真地为其他球迷签名，并且与上文所述的那个小男孩合影，自始自终梅西没有搭理那个女人，没回应她，也没给她签名。那个女人不停地指着自己胸口的罗萨里奥中央队的队徽，不停地骂梅西冷漠。与梅西合影后泪流满面的小男孩手里拿着梅西的母队纽维尔老男孩的球衣。罗萨里奥中央与纽维尔老男孩是死敌，那位骂骂咧咧的阿根廷女球迷千里迢迢来到西班牙，好不容易见到了梅西，居然就是为了骂个痛快。为大勇